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这个是就是不改这个开关，对，然后直接回纹灯穿过这两个，然后呢这个东西轻轻放上去，然后呢可以上面放一个重的，大这个就很大面积，这个上面不一定要导电的，所以我们找一个这个，好，来妈妈试试看，这样就可以做很大面积了。好，谢谢大家金头脑，好。